戲劇一種交流，用心去聽到人社會空間最核心的 message。 你不可以一意孤行去想你想過的世界，你必須了解真實當下的世界是怎樣。固然它是在2014年的時候香港或者這個社會發生的事，而我需要問什麼是真相，我們發現語言已經不是真實的時候，那身體是否還可以真實的？每一個創作都有一個挑戰，而身體就是演員一個最重要的工具。你怎樣可以去到最盡，一舉手投足，透過身體去彰顯故事的內容，同時間展現到演員的立場，必須用身體去創作，令到觀眾接收的訊息很清晰，之餘他們都有想像的餘地。